感恩本尊大光体，感谢我的法身，各位如来，大家早。我来这差不多一年两个多月啊，我总结我这年外来的经验啊，我算较幸运，拄啊加入一个月来就甲本尊见了面啊。啊，未甲本尊见面的时，拢无任何进项，见面当来迄个。倒伫眠床啊，目睭水起落尔，都知影你的意识是水起落，迄、那个旋律光就出来啊！迄、那个旋律光就像像咧夜市啊，人咧卖小朋友咧举啊，迄像咧电风迄安尼啊，迄身材足靓丽个啊！啊，伊个是哩足黑幕个虚空吼、哦，所以你会感觉讲伊迄个色泽是足水个，啊足水个，伊持续差不多5分钟啊，5分钟遮久。啊，我得一个念头入面啊，所以讲这认识足重要。这念头入面讲啊，这是等下是要教偌久，伊就无呀，伊就无呀。哦，啊来，搁一转嘛是伫眠床顶，摕伫眠床顶，啊嘛是要闭目养神，啊，就是咧躯体有卡这个方面，安尼一直麻起来。哦，啊这到尾啊认识可能是如来明慧的。诶，一种啊，但是咱迄阵嘛是无认知，啊嘛是错一个，就阁无去啊。所以这认知，我感觉足重要啊。啊，本尊咧讲这色素哦，到尾啊 DVD 看到遐，我嘛有一撮咧洗头，啊洗头咧洗头，啊坐椅啊头暗暗嘛，啊头暗暗，啊看了大日，啊我从啊我已经看了大日，啊我就是讲，啊我咧洗头呢，伊阁无去啊。啊，我尾也看了视频，本尊有讲着，即讲，即个孔子去拜访老子，啊，老子就是伫即个，就是伫即种情形下，啊，伊讲哦，啊，伊讲啊，奇哉妙哉，啊，孔子也讲哦，啊，老人你如神龙也，啊，我可能就即马我倒个，可能咱看着只去摄受着啊，哦，啊来咯，啊，即马咱。有具体看到足具体的旋涡光啊嘛，啊来买也无啊嘛，啊买也无。你中在这段时间，哦，大家通道就讲啊，你脑海中想的就是，是其实跟咱的观念是足冲突的啊。因为你看到迄个就是足加具体的旋涡光，啊你去闹想的就是闹想的啊。啊，但是闹想的你讲，你像你带动讲玫瑰花。变人的变老，哎，伊闹嘛，拢变得过。但是咱就一个概念讲，啊，伊就是闹生的。这个问题足足卡，我头下都7、8个月啊。哦，啊来，佮到顶一撮去台北芙蓉饭店，佮到本身佮见了面啊。哎，等下佮有啊，等下佮有啊，等下的现象就是，我一撮会知影四困起来先4点外，啊，我6点半才起来嘛吼。4点外是讲啊，佮2点外钟，我拢走去。我的合适有采准这天光光，我拢走去合适呀，搁眯一下啊，哎，眯一下，迄个镜像来啊，迄个本尊的分身来啊，啊，我伫遐甲伊对谈讲，啊，这个明明在我脑海中想的，讲全讲啊，脑海中想啊，你后壁有圆光无？有啊，脑海中想的有啊，但是是脑海中想的啊，伊讲啊，无你看你的影，我的镜像有够明的哦。我可能看我影，我看一个拢欢喜起来，足欢喜。看我影是讲，迄影的比例哦，咱的影是乌色的嘛，但是本身讲叫我看我影当中，迄个影是规个人形是乌的嘛，但是头家就是一个，就是一个光，迄个比例是无同的啊。就是讲，咱伊你若讲，你看影，你佮有迄个光，伊规个拢应该是拢爱。乌色的嘛，但是就是迄个人影是乌色的，啊，头壳顶迄个是一只光。啊，当我看这个花叶时，啊，无迄个本尊的分身无看，啊，我就醒起来啊。哦，啊，这段时间哦，感触实在足多啊，无迄种你看到这个前台大的校长哦，又做一个科学的研究哦，就讲这爱超越咱的认知，就讲。咱社会互咱的职业甲观念，讲咱看物件爱用目睭看，你爱甲超越啊！就是讲，
我要用心看嘛，会使呢？我要用镜头啊看嘛，会使呢？伊做一个实验，就是找一挂小学生哦，啊，用镜头啊去看伊，哦，啊，这种有科学根据，啊，用镜头看伊哦，啊，伊比如写成伊安尼镜头甲蒙诶，目睭白诶，伊安尼甲蒙诶，伊就讲啊，这个成，哦，啊，伊做这实验，伊做一段时间了啊，就讲，伊无一种去做着，伊写诶字是写佛。写佛啊，但是迄个囡仔伊的反应哦，伊毋是讲佛，伊讲我看了一个光，足光，啊，即摆伊就讲，嗯，你看了一个光，啊，即摆来讲，啊，我搁甲写观世音菩萨，因为哎，我嘛是看了光，伊袂讲观世音菩萨哦，啊，伊即摆来讲，安尼我要来探讨咱中华的神明的宗教，哦，比如讲伊甲写观圣帝君。即哥哥，迄个囡仔看到的，伊也无讲观圣帝君，伊也无看到光，伊看到，我伊感觉到有一股杀气，嘿，啊，即讲即种的吼，实在足奥妙呀，啊，即就是讲，本尊，你甲咱讲的吼，其实有足侪哦，咱生活的即个空间，咱即个地球是二元对立的空间啦。袂当执着你好对甲毋对，就是一定爱中道。哦，像我才拄仔探讨讲观世音帝君，我无会讲去标榜讲道教的即个观世音帝君好甲歹啦。咱以宁波来看，伊足好，伊的精神足好。但是你若讲你徛伫蜀国的角度来甲看，伊当然足好啊。但是你若徛伫魏国的角度来看，不一样啊。你徛外国，你徛伫蜀国来讲，哦，你有我的国家去建家死。但是你若徛伫外国的角度来甲看，哦，我的国家，互你杀死偌济人诶？哦，所以讲这见仁见智啊。哦，啊，我以上分享到这，谢谢。